今天好短，就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本人之前有介绍过的系列的另外一种版本、啊、这个系列是以前之前可口可乐跟 Jump 合作所出产的公仔啊。然后这一个系列本人今天要介绍的是所谓的航海王，就我们讲的海贼王啊。海贼王跟可口可乐做联名的公仔，可以看到这边有后面的标志啊。然后这是非常早期的公仔啊，所以可以看到他的角色其实并没有像现在那么多、啊，他只有最初的最初出现的主要几个角色的公仔，就鲁夫、骗人部、香吉士、索隆、罗宾、乔巴跟娜美啊，然后就各自介绍给大家看了、啊。然后后期加入了弗朗基跟布鲁克。吉贝尔等人就没有在里面啊，跟其他的角色都没有啊，比较可惜啊。第一个但是要介绍我们的主角啊，这一个是所谓的鲁夫，上面这样子啊，戴他草帽，然后这是他所谓早期的造型啊，也可以看到他穿的还是所谓的草鞋，后面这样子。然后这边可以看到他有编号，其实是 One Piece 系列的第一个啊，编号第一个，正面看这样子，这是所谓的编号一的鲁夫啊，然后再一个第二个应该是这一个、啊，这个是编号二的，编号二的这个是索隆啊，可以看到那时候他眼睛也还没瞎、啊，侧面是这样子，然后三把刀的部分也在里面啊，后面这样子，侧面上面这样绿藻头的部分也有做出来，然后第三个编号应该是娜美嘛，娜美是这样，娜美编号对，编号三号的则是娜美啊，正面看到这样，然后可以看到侧面部分开始有做出胸部的造型了、啊。虽然没有现在那么的暴露啊，后面则是这样子啊，然后拿的那一根应该只是单纯的木棒啊，并不是后期所使用的天后棒啊。转一圈，这是娜美编号三，编号四应该是骗人部啊，编号四的骗人部是这样子啊，比较可惜啊，骗人部是就是一摆一个很诙谐的姿势啊，但还不错一点是他有把鼻子的部分有做出来，其实还蛮尖的、啊。编号四是对，编号四是骗人部，后面则是这样子啊，并没有拿那个弹弓来使用啊，骗人部是这样子。上面这样，连那个都有做、啊。然后编号五应该就是所谓的香吉士啊，厨师这样子，正面看这样子，侧面这样子。然后香烟的部分就没有做出所谓的点烟的样子啊，后面这样子。对，这是编号五的部分、啊，这是香吉士。在编号的话，下一个编号应该这一个。编号六的部分则是乔巴，乔巴就应该是这个系列最可爱的啊，正面看这样子，上面这样子啊。乔巴部分就连他那个这边是他的左边的脚有断过用缝补过的那个痕迹都有做出来啊，后面则是这样子，上面这样子，这是乔巴的部分啊，然后在最后一个则是罗宾啊，罗宾则是这样，这个也是他早期在阿拉巴斯坦还是阿基巴斯坦，我有点忘记那个国家史的造型了、啊，正面是这样子转一圈，后面这样子露整个露腰啊，还蛮可爱的，正面这样，上面这样子啊。然后编号是所谓的七号啊，其实它这个系列还有个终极隐藏版是拿着可口可乐的乔巴，但那一款我真的找不到啊，所以我也没办法分享给大家看。这个系列其实在网络上也看得到，还算买得到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搜寻啊。个人是蛮希望可口可乐可以跟 Jump 继续合作啊，因为现在也大家应该也知道航海王的角色越来越多啊，可以出一个系列全部都是航海王的角色。可能可以出个上百只，应该是不成问题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寻找看看啊。航海王跟可口可乐合作的公仔啊，这算蛮早期的商品、啊。